青蛙叫得太响了，晚上睡不着觉。我们想个办法把它抓了。简直想不到，只有大拇指头那么大一个绿青蛙，赶紧过来拍一下。只有大拇指大吗？在哪呢？我声音那么大，在哪？哇哇！你看它的嘴，这种是我最喜欢的呢。我的天哪，它怎么那么小啊？声音那么大。先去找桥那个吧，我们还是找这个。这里有一个吗？就这个，就这。哦，也是绿的。在哪？哎，我都指着给你看了。看，在这里。你从草丛上走过去吗？哇，你快看啊，太可爱了！哇，超级小呢。好了，不要凑近了，这个有点怕了。你拍一下沼泽，哟，跳进去了。这是第四个小青蛙了。这是第三个小青蛙。它们是真正的青蛙，贝贝。可以摸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你摸摸看。摸屁股好吗？弹簧青蛙。你看他的手指头，哦，特别可爱。第一个还在这里耶，大概有十几个青蛙吧，已经数不清了。太可爱了，就不抓它们了吧。好了，我要睡了，晚安。